好，那我们念皈依法心。皈依法心十八页。诸佛正法圣正中，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亦不设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尊中，这者菩提我皈依，我亦不设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尊中，这者菩提我皈依，我亦不设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那今天，我们讲先讲那个气，佛陀的继承者，然后也啊，我在网络上查到七个法藏是法藏，佛法的法，然后那个藏，那个三藏，三藏论的那个藏，法藏是七个法藏。然后这个藏文的，那个藏文的意思有继承，继承者的意思。德尔布顿的意思，德尔布顿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佛陀，快涅槃的时候，就那个大家说尊者对他说，我涅槃之后的那个佛法的这种舍业，就是交给你，你来那个。承认担任这个事业，有这种那个继承者的这种的意思，就是教给的意思，所以就是真的是也这种我们所谓的继承者，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查到了网络上的有些文章或者什么的，就是有说佛陀没有继承者。有人有问说，佛陀的这种非常深刻的这种教法，为什么没有一个继承者？然后有人回答说，佛陀没有继承者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佛陀的继承者的话，一定跟佛陀一模一样的一个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第二个。佛陀嘛，对吧？那就是，有这种理论，也有的。这个来自于什么理论上，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的判断，或者说，在佛法的论点来看的话，这个有一点，那个什么讲，有一点，理论上有一点说不过去。主要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佛陀有继承者，一方面是但是佛陀事业的话不一定是跟佛陀一模一样。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上师就是佛陀的继承者，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的上师就是佛陀的继承者。那佛陀在世的时候说什么，就是他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就是传法，传三藏法。那后来佛陀圆寂之后，谁来传法？就是上师。我们自己的上师真的有，就是佛陀的所有的佛陀的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上师来承担。也有佛陀的这种价值跟那个。他的这种能力
存在在那个我们自己的上师的那个身上，因为我们跟着上师去学的话，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结果跟功德。这个就是佛陀的那个继承者的一个表现。对，这是我的看法，这不要讲很多了，反正意思就是佛陀有继承者。佛陀的继承者的话不一定跟佛一模一样啊，这种理论很多很多。比如说格鲁派，我们格鲁派来讲的话，他的继承者很多啊，现在已经100多个法师，那这些都是跟宗喀巴大师一模一样嘛？完全不是。对，所以继承者有，佛陀也有继承者，但是后来断了，这个系统断了，这有原因的。 OK， 那佛陀的第一个继承者就是大家，那个字我又大家是尊者，忘记学好了几天之后也会忘记这个名字怎么念。哦，大家是尊者，上次也我们提过大家是尊者的那个名字，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没有讲这些尊者的有些他们的传，所以今天稍微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他们的他们的这种传。然后我也一定要看这个，不然的话我也讲不出来。大家是尊者的传来讲的话，这个中文里面说的就是，反正大家是尊者，他出生那个婆罗门教的一个家庭，然后就他的父亲的就是希望一定有在结婚成婚生子，有这种的那个希望，所以他也没有反对，就是结婚了，但是完全没有就是我们真正的结婚，就是这种协议的这种他的这个太太跟他的至今就没有发生过这种协议的这个事情，然后两个都是非常有戒律，就是这种状态下就是生活了很多年。然后后来父亲往生，父亲跟母亲这些往生之后，他们家的所有的那种财产都是归于他们的这种奴仆奴隶，那些全部分散了之后，就去找一个上师。然后当初他自己找了很多这种婆罗门教的这种上师去询问那个人生啊，或者是有些道理上面去询问。然后询问的过程中，就他不满足，就是他们回答有些理论跟他们的看法跟他自己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所以就一直没有找到这对自己有感兴趣的这种上师，一直没找到，后来就找到了佛陀，所以就变成后来佛陀的大弟子。所以佛陀快涅槃的时候，就那个佛陀的教法教给他，那所谓的教法教给他的主要教法是什么？就是戒律我们通常有这种什么禁律论。那这边所提到的那个继承者的主要他的要做的事情就是传戒律，然后戒律方面去控制，比如说去看那个他的弟子们，佛弟子们的戒律清净方面的有些做法，那些就是主要的任务就是这方面。然后其他三藏法论方面也有责任，但是主要就是戒律。所以佛法的核心点就是戒律。如果一个地方密法也在，然后
那个菩提法门也在，般若也在，但是没有戒律那个啊，解脱戒、出家戒哦，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啊，不就有佛法？比如说西藏的历史上有卖佛的这种事情嘛，那个时候其他比如说宰家居士，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卖佛了。他们让人就是不断地去修行，不断地去那个写论点啊，或者什么都有，但是，出家人，那个遇到危险，国王的命令下，所有的出家人都有去结婚，或者是去杀生什么的，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剩下的出家人不多，所以就是成为灭佛的这个名称。那其他的小行道路上没有出问题啊，就是佛法佛法佛法，就是这的就是戒律。那这个就是第一法藏是大家是尊者，大家是尊者就是第一佛陀的继承者。阿难是佛陀的堂弟嘛，对吧？佛陀的堂弟，然后他的主要他的传就是从小跟着佛陀，然后有一个特色，他的一个就是这么的。然后当初佛陀大概年纪大概差不多40几岁，快50这种的时候，那详细的我们那个时间上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一个佛陀也是一个人的模样的话，那就是那年纪越来越大，一定需要一个人去帮忙嘛。啊，那个时候就佛陀也自己也提了，就是我需要一个帮忙，反正着手这种助理这种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就佛陀的弟子们当中，就是他们讨论，那谁去当佛陀的那个助理啊，或者那个什么助理嘛，对吧？反正助理吧。啊，这样的时候就很多很多他的弟子们当都不愿意当佛陀的助理。那主要是真的是他们怕犯错，因为这个是有经典的这种看法来讲的话，当佛的助理是非常不容易。它有原因的，比如说当佛的助理的话，一方面是他一定要照顾好佛，对吧？一方面是佛的所有的这种教法方面这个记下来啊，传导人间啊，不容易吧？非常不容易，所以谁都不敢当那个佛的助理。然后他们就是说来说去之后，就那当然是他的堂弟最有这个责任的，对吧？但因为亲戚呗，你们家的佛现在需要一个助理，那你不当谁当，对吧？那这样说的时候，就那个阿难说，我可以当佛的助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在的时候不可以说佛法，不可以传法，所有的那个法门都他在的时候，他在的时候有说。然后什么？还有一个，总共有好几个。还有一个就是，给予佛的那些东西不可以给他。比如说人家供养给佛的有些东西，那些完全不可以给他。还有一个他说什么就是听什么。好，就是有这种，主要应该是这三个。然后所以就是你们知道吗，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应该有很多，然后汉传佛教的经典来翻成藏文的也有有好几个。比如说一个大那个大善是吗，
都嘎尔摩杰，都嘎尔，大白山，大白山，佛母。比如说这个经典，这是一部经嘛。这个经典来讲的话，这是佛陀的那个经典里面说的，就是这部经典是佛陀的肚部这边说出来的，不是嘴巴说出来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阿难不在他的身边。当初阿难当他的那个助力啊，或者弟子的时候，就佛陀说过嘛，你不在的时候，我都不可，我完全不会再靠用靠来，不会转法。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在天上去那个看。 佛陀的目前的那个转世，所以在天上，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多这种那个大悲三佛摩僧给是为了那个天堂的国王而转的，那个阿修罗跟天堂大丈什么什么有这种故事很多了，反正就是为了天堂的众生而说的，那。 那天堂也是这个靠不可以用靠来传法，为什么呢？因为阿难那个时候不在天堂，他也可能没办法去天堂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阿罗汉，所以有这种在那个徒步上传法的有佛陀的传里面有这种事情，因为那个时候阿难不在，是这个原因。 那然后佛陀快涅槃的时候，不断的说了好几次，就是如果众生的那个福报啊够大，然后众生也去要求对佛说啊不要涅槃这种的祈求不要涅槃的这样的话，佛不涅槃也可以哦，有说了这种好几次，但是阿难没有注意到。 阿难没有注意到，佛有快涅槃的这个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我们有些经典里面说，那个时候阿难被魔王的那个印象到了，被魔王的印象到了，所以就是没有注意到快那个佛陀快有那个涅槃的那个事情，所以他也忘记去祈求。 佛不由涅槃的这个事情没做，所以后来那佛就是涅槃了嘛。但这个不是阿难一个人的事，我们所有人类的事，当然是我们所有众生的福德来看的，并不是阿难一个人的什么决定不决定，完全不是。然后，那我刚刚讲的嘛，那个大家是尊者，大家是尊者是佛的第一个继承者。 然后他们那个佛涅槃不久大概有几天后了，如果有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几个月一两个月之后吧，反正佛涅槃之后不久，就阿难尊者遇到了麻烦了，因为那个大家是尊者说你有罪，比如说佛陀提醒你说。 如果你们，如果你们众生的福德那个够大，然后你们来，祈求我不要涅槃的话，我不涅槃也可以，有这种说过，但是你没有这样做，所以你有罪。还有一种就是你对佛不恭敬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比如说你当初他自己说的嘛，比如说。 我说什么就佛填什么，对吧？这种是你对佛不尊重，有这种的，好像有12个罪名，全部我忘记了，就是去找的话，我们找得到。反正这种的，总共有12个罪名，来他开除僧团，那个阿难尊者开除僧团，好。 然后他非常的那个上心，因为他唯一就是佛陀的大弟子里面唯一不是阿罗汉的
就是他，佛陀的那些大弟子里面唯一不是阿罗汉，就是阿难。然后他也那个佛陀的继承者，那个大家是尊者被开除了，然后也有那些罪名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他非常的伤心的，然后去了什么地方一个山上去观修。 7天之后就得阿罗汉果，哦，就是阿难尊者的目的，也就是这个，没有别的。然后阿难尊者不是那个，大家是尊者的，把他开除的目的就是这个，故意的，因为什么？他还没有得到阿罗汉果，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想办法那个集结，嗯。 第一集节，嗯，他们想办那个第一集节，然后但是如果阿难是在佛陀身边的最重要的第一个人物嘛，如果他不来当那个集结的那个法师的话，那谁都没有办法当，特别是那个我们净力论的净法，净是那个含。 很厚大的那个一种法门，然后律例来讲的话，还其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见那么多，哦，所以那个是不容易积的，一那个积下来的一个事情，所以那个大家是尊者故意把他定了几个罪名，然后就是开除。 然后开除之后，他知道去观修，因为他那个时候快要得阿罗汉的那个各位那个允修怎么犯？允修，允修，允都修吧。嗯，那反正我们那个得阿罗汉的各位之前，因为还有。 有四个过嘛，四果，允许。哦，对，还有对，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得到那个允许那个果位，那允许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欲界的贪嗔痴没有了，欲界的贪嗔痴不是完全所有的贪嗔痴，欲界的贪跟痴那些没有，已经那些离开了欲界的。 阿难汗，哦，对，阿难汗，啊、哦，对，第三个，快有得阿罗汉的那个时候，啊、哦，阿难就是这，然后那个后来他，几天之后得了阿罗汉的阿罗汉的那个果位之后，就后来他们办那个结集的那个事情嘛，后来就，那个大。 大家是尊者涅槃之后，就那个佛法的事业托付给阿难尊者。嗯，阿难很年轻。嗯，对，阿难很年轻。嗯，对，所以他成为佛陀的第二个继承人。然后。 蚂蚁法藏，中文有这么翻，那它的意思就是像那一个好像生于王世昌的义父祭地方，那他是阿难的。 阿难的弟子，然后，那个蚂蚁那个东西是中，那个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蚂，蚂这个字，不是蚂蚁那个，这是一个树 ，tree， 嗯。 啊，
好像一个树或者草什么的，对，它的名字就是他自己也是这样，但是主要是他的家族有习惯穿这个衣服，所以名字叫做那个蚂蚁法杖，有穿这个衣服的意思。然后这里有说的是，这里有说一个，就是对于阿难释迦大人，然后阿难这边有一个叫做有阿尤王做世主，这个阿尤王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印度的那个历史上的那个国王，印象力特别大的那个阿尤王不舍。这个阿尤王有前阿尤王跟后阿尤王，我上次说过那个前阿尤王，他那个阿尤王好像第二阶级的供得住，然后没有特别的他的这种，很多传，没有特别的，反正阿难的弟子，然后阿难涅槃之后，那个教法的，我那个舍也托付给他，然后他。就是这些你们知道吗？就是做了很多佛塔，然后他自己就开光，然后涅槃之后，那个他的继承者叫做小户法藏，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小户法藏是蚂蚁法藏的弟子，然后难事品，怎么是杂事品？杂事品是一部经吧？我不知道，好像中文的那个经典，有这个里面有记载说，将成为物相和佛一样，然后从有命。罗汉出家，得阿罗汉果成为三藏法师，到了东胜神咒后，与无用建成玄奘佛法，设许多所华干于阵地，有一次主要是这些的。当学生中有人证得阿罗汉果，就办四支，我不，反正这他的这里好像没有提到。他的主要一个专就是他的时候，小户法藏的时候，他的弟子当中就有1000多个阿罗汉。这个是为什么阿罗汉这个事情讲呢？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比如说出家界这个主要一个那个目的，说出家界的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解脱，就是成为阿罗汉的果位的目的。那后来很多人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凡夫人知道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成为阿罗汉，一生中没办法嘛。那主要原因是一个是自己的那个福报跟智慧不够大，一个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是相信不够。相信不够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怪上师了，但是上师也有这个责任。比如说自己的上师是一个阿罗汉，或者真正人人都
共同承认的一个佛的话，他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一个佛，比如说完全不信任因果的这种一个对付这种一个那个众生的话，很多种办法。真正的有现在所谓的神通，对吧？然后佛陀传里面有这种故事很多嘛，比如说一个人完全不相信那个因果关系。 然后他有一天，带他去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让他看骨头做的一座山，对吧？然后他问说：“啊，这骨头山是什么怎么回事？”他说：“只是你的前世是好几个的那个骨头全部放在一起，就变成这么大的骨头的山。” 佛有这种能力，所以那个对佛法、对因果的这种方面的那个信心度非常的高，所以那个得阿罗汉果的那个弟子也很多。那现在出家人也好，在家你们在家居士也好，我自己的看法来讲的话，信心度。 相信那个三宝或者相信因果的这个程度，非常的低，啊，这里有什么？婆罗门学者转信佛，对，很多就是他的一个他的传里面说的一个比较重点就是这个，婆罗门学者转。 信佛教徒最后讲，就全给予慧，这个慧嘛，有慧，又慧，然后就涅槃了，对吧？有慧，慧，慧，这是第四个，然后又慧，那个梵文里面叫做滴滴嘎。 他的名字，这是佛陀的第五个继承者。你看这个又快发展的时候，有500阿罗汉，有可能其他地方有更多嘛，对吧？但是他的。 他的外弱者，他在的那个地方就有500多个阿罗汉，然后变化圣童坐在半空，王义为是圣，并更供奉有迦檀香国王，先受持妄动见正地。 你们根本怎么觉得？这个一样的嘛，每天先往西多山拜黄牛，即把红人他们，婆罗门上海正在去大，杨贵妃去，这个整体这样，几万很多，最后把这，对，反正就是神通广大。 然后对付了很多那个外道的学者或者右家右家社，然后变成佛教徒，这种，然后国王对国王也是对他非常的那种信心呐，或者，国王也成为他的弟子什么的，反正这些没有详细的一个传，就我们找不到，但是这种简单的就佛经里面拿得到嘛。然后主要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有，就是。 500或者6500左右的这种的阿罗汉存在，他是其中一个嘛，这是六个嘛，第六个嘛，第五个嘛，第六个忘记，黑色法藏，因为那个黑的黑就是印度教，那个我们所谓的通常所教的外道。 嘛，对吧？印度教有一个神叫做，枪击那波，那个啊，有一个黑色有这种名称的一个神，枪击叫什么？枪击
Chapjuk，Chapjuk，Jukpa，Juk。反正印度教的一个大圣，有的印度教有很多教派嘛，那大部分的教派他全部就那个成为世界柱，大品天，哦，大品天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一个叫做黑大品天，所以他的家族好像有跪过那个拜那个大遍天黑大遍天，所以就是他的名字就称为那个那波巴。张大后先七次如怀寻宝，临习3年供养释放僧戒，然后从右快手去，对，右快是上面的那个。那个，对，的阿罗汉果，从比丘、诸位摄者、佛教、孟会在本经注释，他们就是真理各位功夫，对，去斯里兰卡嘛，对吧？发展佛教，实际许多，最后把造成归大善觉，那斯里兰卡就是好像这翻成中文的他的看法，或者说在中文里面有这么说，然后藏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南方印度南方所谓的印度南方的在佛教发展于印度南方的主要一个人物就是他南方印度南方，那佛陀在的时候。主要在印度中间，然后前面的，好像有块，好像这个，小后法藏的时候开始有西方，西方指的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方面，小后开始就是佛教发展到西方，然后，黑色法藏他的时候就。大概在佛教自己的那个历史的来说的话，就是整个南部，印度南方的那个时候，印度是非常多的，很多很多的国家嘛，整个南方都有佛教发展到整个印度南部，主要一个它的功德或者说一个它的特色就是这里嘛，然后教权给。交给大三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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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南那个传统的一个那个祖传的，是不是？没有，大三，大漠上面的一个上师，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没关系。他自己出生于印度西方，对，所以就是他的前面就印度西方，所谓的印度西方，西方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跟阿富汗那些地方叫做。以前叫做印度西方。你们看了吗？从这个，从那个布吧，那个黑色法藏，从这里开始，其实他们的传却不多，就真的是这些字，还有就是内容是，字是很多的有，但是内容大概是这些意思。然后这些里面越来越少看阿罗汉这个字，然后他的弟子们有什么比丘、比丘、比丘这样，没有说阿罗汉、阿罗汉，所以从这里开始就阿罗汉果的这种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然后他的那布巴的时候，他自己是阿罗汉，说的非常清楚。那其他不知道有什么阿罗汉，这里也是一样得阿罗汉果，他自己得阿罗汉果，对吧？得阿罗汉，他在他旧期间，印度地区有印度吧，不知道他们在印度地区有一牛。 夜叉，那跟他的那个转里面，主有一个就是跟夜叉对付，跟夜叉的这种，啊那个变那个，臂神通这种的这个历史很多。嗯，这个全部应该被你们这样看就懂吧。从此跟出了当地。 血肉才去的，就是恶习，最后涅槃成为最后一个护藏法师。哎，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在凡夫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非常辛苦的一位护藏师。主要原因是对他这种不恭敬的，或者是他在。 那个当护藏师的时候，来走麻烦的很多，嗯，然后就成为最后一个护藏师，也是，成为最辛苦的一个护藏师。他自己是阿罗汉来，当然是没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这种感觉嘛。但是，就啊，我们在。 一个凡人去看的话，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护藏师，因为那个时候觉得佛法的这种怎么讲，整个佛就有些问题了，比如说跟印度教冲突啊，或者说很多地方的人就是不满意佛教徒啊什么的，有出现这种很多事情，比如说这种夜叉牛的。 这个说法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了解，有没有真的一个夜叉牛来对他反对什么都可以，反正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啊不满，啊，对有意见啊，或者是来专门来做麻烦的这种事情很多，那所以那个时候人的这种信心降低了，人们的那个这种信心降低，然后就阿罗汉。 也越来越少，所以他就是成为最后一个护藏师。嗯，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藏传佛教徒的一位祖师叫做觉囊达拉那他，有一个这种大师，他有一本书叫做《印度佛教史》，印度的佛教历史。 那个这种看这个法师的看法，他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大神经法藏之后的继承者就是龙树菩萨，啊，就是龙树菩萨。那详细的我们那个年龄是我们没办法对嘛，但是也有可能，真的也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什么，龙树菩萨不是阿罗汉，但是大菩萨，啊，所以也是一样了。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所谓的那个七个阿罗汉的那个故事，我们讲完，其实本来应该在前面有讲，但是我以为就是讲不完，所以我没有讲。 所以上次一个你们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在准备。嗯。啊。现在有没有阿罗汉在世界上？这个我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 没，我们这相信我们的这种，
观定嘛，我们看法当中，比如说16个阿罗汉，这些还没有涅槃，他们是大部分是佛陀的弟子，16个阿罗汉，一个一个的名词我也记不起来，但是你们在查字典什么的话找得到。那我们的看法当中，我们的概念当中，16个阿罗汉不是？对。16个阿罗汉还在，他们还没有涅槃，因为佛陀涅槃之前，那个他们是真正的护法，对，他们有去各式各样的办法去那个保护佛法，因为佛陀涅槃之前要交给这个任务。交给16个阿罗汉。我们藏传佛教有一个叫做逆等强去，逆嘎那萨逆逆等强去，有这种一个修法，这是专门就是那个16阿罗汉的异鬼。这他们是真正的护法，我们这护法很多嘛，什么吉祥天目啊，什么我那个马哈嘎啦，什么什么。那他们的来历故事这种来我们讲起来的话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16阿罗汉的他们的这种传根，他们的这种人物的那个来源来讲的话，直接就是跟佛陀有关系，佛陀自己就是有跟他们说，我涅槃之后护法的这个事情你们来担任。所以我们的理解中，我们的这种看法中，他们是那16个阿罗汉还没有涅槃，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缘分的话，能看得见。比如说藏传佛教的有些这种传里面，有些高僧大的传里面，某个善道或者某个地方看到了16阿罗汉当中的其中一个什么的，这种很多，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这个谁都没办法那个。确定了，但是也真的有可能他们见到了，因为我们的看法中他们还没有涅槃呢，他们涅槃不涅槃有自由的，到了这种时候，这种的那个见解。然后就上次我们讲了宁玛巴对吧，上讲了宁玛巴，但是我忘记讲宁玛巴这个字的意思，后来讲了一点点，但是讲的不清楚，所以今天专门有准备这个东西，这一页了。宁玛与萨玛，你们有没有听过萨玛？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通常人讲的就是宁玛，完全没有提过萨玛这个字。萨玛是什么？就是行义的意思，行义。宁玛就是救义的意思。救的救我忘记了，那个写错了吗？没有吧？对啊，这个是很久的救啊。很久的救。很久以前的救。然后很久的救比较难写。但不好意思啊。older 的意思 ，older 英文的那个 older。这是 long time ago。啊。这是 long time ago。哦。啊，不好意思，那这个我现在换一下，不然不行的，因为这是有路哎。是第四个吗？对，第四个。哈哈，旧义跟新义的意思，然后萨玛里面包括萨迦派、嘎顿派、嘎鸠派、格鲁派、觉囊派，都是萨玛。然后宁玛就是宁玛，只有一个教派，那个也是翻译那个旧义，那个佛经的翻成藏文的释经来分的。真的完全不是主张来分的，
也不是那个佛法的传承来分的，完全不是，就是佛经翻成藏文的释经的那个时间表来分的。那个持诵得证，我们上次讲的持诵得证道，啊，这个他两个名字没写，那个这个罗扎巴仁亲上报，右边的这个罗扎巴仁亲上报，这个叫罗扎巴我罗扎巴，在心意里面心意里面非常著名的另外那个翻译，他们两个都年轻的时候去印度，主要是哪里头？其他那个佛学院也有去，主要是去哪里头学佛法，然后后来就返回西藏，然后翻很多佛经，主要是密法。对，密法方面来分的，九义跟新义的那个差别也只有密法，新教方面没有新义跟九义的那个差别，啊，没有。因为主要好像大部分的佛经的新教方面的东西早就翻好了，那个彻松的僧跟莲花生大师。几乎菩萨他们的时候已经翻成藏文了，已经完成了。那密法也是 OK， 这么一个事情讲就好了。那这两位是为什么放这两位？罗扎巴仁亲上不是新义的开拓者，从他开始，他的后面翻的全部就新义啊。那他的上面以前犯的是九义密法啊，这样就好。然后还有剩下五分钟，我们再念一下吧。我们今天开始讲噶登派，甚深坚持广大行川称，永远就在库藏阿底下，甚至远处众类顿住是，众动把这个不要念，祈愿协遇圣教九香王，好，这样就好。这个就是讲的是，噶登派的这个名字，噶就是佛的发音的意思，佛的佛音，佛的声音，对，佛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噶，噶的，然后佛说的意思，佛的说话的意思就是噶。当就是这个当嘛，那中文好像只能翻当，就是藏文的音来讲的话，当，然后巴就是人的意思，然后嘎登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有的法门，那嘎登派自己会说一个那字，反正一个字也不可以丢，不可以放弃，所有的佛所说的所有的法门都是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佛的那个道路上全部有办法对起来，就是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是什么时候，所有的法门变成一个人的孝心的道路上有用的。当就是当这个怎么讲，就是教的意思，教好像是，对，教的意思，所有的说那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有的法门，而且一个字都不可以缺，说一个字也有用处的意思，就是像全部的八文十经方面的所有的法，就是一个人去寻找佛
成佛的那个道路上的教材。好，这种一个意思。那这边说的就是嘎顿派的那个名色的来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的这边说的是就是神圣见和广大性，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般若有两种传承，一个就是从弥勒菩萨开始，然后无住菩萨这样下来的一个传承，一个就是从文殊菩萨开始，龙树菩萨这样下来的两种传承。那个神圣见就是文殊龙树那个传承，然后广大性就是弥勒物主那些传承，那两个传承，还有一个嘉庆学比三木的，对，那两个传承的所有的那个传承，都集合在阿底夏那边，这是确实是印度的，他的传里面有这么写的。好，那两个传承都集合在阿底夏尊者那边，所以阿底夏尊者那边传下来的那个法门当中就有文殊跟弥勒的所有的法门都包含在阿底夏尊者的那个法门当中。就是这样说的，这里面主要是那边说的那个准东巴是他的大弟子，那他阿底夏尊者是嘎顿派的开拓者，然后他的弟子是真的是那个创作者，嘎顿派的创作者。然后我们先这里休息一下。好，然后刚刚我们讲阿底夏尊者跟那个荣东吧，那荣东阿底夏尊者是嘎顿派的开拓者，然后荣东吧是真的创始者，嘎顿派的那个教派的创始者。然后我们先讲一下那个阿底夏尊者的简单的他的传。然后阿底夏尊者出生于他的故乡是现在的所谓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印度的跟那个印度旁边的那个孟加拉国，然后也是一个国王的后代。好，然后从小就他的那个父母亲他们希望就是他不出家，当为他们的那个后代，他们的那个家族的事情有去做，但是他不想做这个国家的事情，不想做，然后就是从小就去他的那个传戒的戒律的上师的名字叫做达玛热奇达，所谓的孝称佛教的一个大师，他的那个传戒的戒律的然后他的主要一个他的功德跟他的传是非常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非常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就两个著名的佛学院，那个叫做什么那连头大学跟那个还有一个叫做比伽马拉希拉，比伽马拉希拉中文叫什么我不知道，应该就是比伽马拉希拉吧，比伽马拉希拉那两个佛学院的差不多就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师，那连个那个大乘佛教的佛学院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师，就这样子。还有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专门去寻找菩提一个菩萨，去找一个菩萨，然后向自己也想当那个发菩提心，所以去找一个菩提法门的那个上师，
然后去了一个 Ceiling 的一个地方。 Ceiling 是好像大家现在大家都认为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肯定是这个时候印度尼西亚是佛教徒的地方，现在也有很多佛教的那个文物现在在印度尼西亚嘛。哦，那个时候就阿底夏尊者很多人一起，好像是那个做生意的人吧，很多一起就是打船，然后去那个西林的那个地方，就是去印度尼西亚，然后路途中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什么的，这种故事很多，我们全部不讲。然后去了哪里？受菩萨戒，然后接受菩萨法门的传承。那个，他的那个菩萨法门的，哦，那个上师叫做喇嘛西林巴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净州大师，对，这个就是刚刚一位师兄提到的小乘佛教的一个大师，啊，但是他是真正的、实际上的大乘佛教徒，啊，你是不是大乘佛教徒，跟或者说你是不是小乘佛教徒，这个是看的你的心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你是什么属于什么教派，比如说我们南传佛教觉得现在人觉得就是什么小乘佛教嘛，对吧？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真的有菩提心，那不就是大乘佛教吗？对啊，这个完全跟你的教派没有关系，但是有可能会有些影响，有可能有，但是基本的实际上的影响不大。我说个笑话，这个是称为我们西藏那边称为一个笑话，我上次没说吧。我们那个Guru Nambar Namza好像是反正一个密法的一个大的那个经典，通常有一个人念那个密法的那个佛经，然后去问一个大师，啊，问到说，哎，大师，我念的那部经是不是大乘佛教？然后那个大师回答说，是大乘佛教，啊，然后。啊，那个人不断的那继续念，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问，啊，大师，啊，这部经是不是大乘佛教？然后那个大师回答说，是大乘佛教，啊，然后又下去，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问说，大师，这部经是不是大乘佛教？然后那个大师有一点烦了嘛，就是说。是大乘佛教徒念的话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徒念的话是小乘佛教，你跟我念的话什么都不是，就是回答这个问，就是确实是就是这个道理，啊，你念的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法门也好，你念的是大乘佛教的法门也好，你的心态如何？看这个来定的，完全不是这部经来定的，比如说小乘佛教也有做布施，啊，有戒律，有禅定，都有做，对吧？大乘佛教徒也有做这些事情，那差别在于哪里？就是做这种事情的那个人的心态来定的，那个人的心态就是符合菩提心的那个程度，就是做什么都是大乘佛教的佛法，对吧？那你的心态，小乘佛教的出离心也没有，大乘佛教的菩提心也没有，你做的是不是佛教佛法，或者说不能说不是佛法了，就是不是完整的大乘佛教佛法，不是完整的小乘佛法，他肯定是属于小乘佛教或者属于大乘佛教，
这可以怎么讲？比如说我们这些，我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小心程度是我没办法说嘛。但是我自己的这种行为跟修行这些，是真的肯定是什么都不是，啊，借鉴什么样的教培，就是这种而已。嗯，然后在我们讲阿底峡，然后阿底峡的那个上师就是小乘佛教徒的一个大菩萨，对。然后后来就那些全部没了，后来就进入西藏。然后那个时候西藏已经没有那个共同的国王，然后那个时候西藏也变成很多国家的这种一个时候。所以就是阿里地区，西藏的那后藏，或者说那个在接近印度的边界那边的一个小国家，就是叫做阿里王朝，或者是古盖王朝。哦，那个他的国王叫做喇嘛嘛耶希二，那他的这种要求下，去了很多法师去印度那林陀跟比伽马那些了。那个时候，西藏学佛的那个是非常。进步的一个时候，好像历史上这样后头来去看的话，真的是黄金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印度的那个比伽马拉希拉跟那连陀那两个佛教的佛学院当中有西藏的团体，藏人的那个学院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那个去印度学佛法的很多人去要求想办法了，他们有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办法，透过很多关系就请到了阿底峡尊者来西藏。当初阿底峡尊者来西藏，当初到了西藏的时候啊，就碰到那个右边的那个白头发的那个罗扎巴人情上报，遇到了他嘛，然后就阿底峡尊者问他那个佛法上面的问题啊，然后行教跟密法都有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非常正确，然后就是没有出现了任何问题了。所以阿底峡尊者说，那你们就是有这么好的大师的话，为什么我已经老了，好像60几岁啊，我自从一个老人家从印度那么比较偏僻的地方来到这么困难的地方，就是西藏那么高嘛，是没有什么用啊，他当初是怎么想的。然后那隔天又跟他那个罗扎巴人先生跟他碰面的时候，你通常修行什么？他说他什么都有修行，那个新教，然后密法都有修。那你怎么修啊？然后他去看的时候，就罗扎瓦人庆上不就新教就是修了另外一个房间，他有专门有去修行新教方面的那个一个道场，然后也有密法的一个道场。密法也有很多部嘛，就是比如说腰部、颈部、四部。那些部分的，连每一个本尊都有不同的房间，比如说普巴金刚啊，比如说什么大卫的金刚啊什么的，他连不同的本尊都有不同的房间。阿底峡尊者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我来西藏就是有作用，因为。他们虽然是大通佛经呢，佛经的内容理解方面非常的好，但是去修行的这种整体来去修行的那个道路上还有很大的错误啊。那个时候就阿底峡尊者开始留在西藏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这么说的，西藏的那个佛舍里面提到的就是阿底峡尊者前面，比如说有人我是新教，我的戒律是非常重要啊，那其他比如说密法啊，这些没有意思，这是外道啊，这些是不是佛法，这是非佛法，是这种看法在西藏自己里面非常多
然后啊，有人说啊，我是大乘佛教徒，我是学密法的啊，那些小乘佛教的那些戒律啊，什么那些卢瓦嘛戒律论的那个律那些是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专门就是学小乘佛教徒的，我们这种大乘佛教徒的这种思想啊，助长那些高级的这些是这些理论是没有用的什么的，这种行教跟密法分开的这种是非常严重，嗯，但是罗刹巴人群散布他不是这样的，不是没有分开的人也很多了，但是普遍有这个形象，所以阿底峡尊者来到西藏之后，主要他的工作吧，我记得这。反正就是主要他去那个佛法上面去做的就是很多事情了，但是影响力非常大的就是菩提道正论哦，对，就是这个论点。那这个里面说的是什么？所有的密法也好，行教也好，反正就是是个佛法的话，是个佛法方面的一部经，一句话，一个字都可以，你怎么样去用成佛的道路上，讲的就是这个菩提道次第啊，菩提道正论，它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你现在去西藏的所谓的五大教派或者什么的，那些教派里面没有一个教派不讲菩提道次第正论的这个道理，所有的教派都基础就是成为这个道路。比如说宁玛派啊，宁玛派有一个叫做上师什么大圆满前行八珠仁波切的那个根桑拉米夏了，普世上师演讲就是这为这个根本来出现的。那其他萨迦派、噶举派更不用说，格鲁派更不用说。所以所有的他们的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个修行的道路的基础，就是登为菩提道正论这个法本来做的，啊，那他的意思就是，不管小乘、大乘、密法什么的，如果是佛法的话，有办法，成为我们成佛的道路上的一个教材，《菩提道次第光论》的他的，《菩提道次第正论》的他的那个，像。思想的那个道路就是这样子，所以宗喀巴大师后来写那个《菩提道正论》的解释，叫做《菩提道次第光论》。啊，就是所以后来，以前，格鲁派就是噶端派，噶端派的后续，所以以前，讲藏传佛教历史的大部分人讲噶端派的时候一起讲格鲁派特别另外不会讲，那现在就是格鲁派什么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大家都习惯了嘛。 OK， 那我们再念这个哦，善法藏所摄者行者曰教材云即以善事复即其天法甘等经群演学与圣教就相往。这边里面说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三藏就是佛陀所说的所有的法门，就是分成三藏嘛，对吧？哦，所以这是所有的那个三藏的法门，
佛陀所说的，哦，那些三藏的法门，都是利用在三师父的道，三师父的道，然后有他去等等，聚气听，聚气听法。这个也翻得有一点怪怪的。聚气听法听得见吗？这边说的就是拉丘顿旦，拉丘顿旦的意思就是三尊。啊，不不不不，对，四尊三法，四个本尊。四个本尊，三个法门的意思，所以好像这个没办法表达出来，那个聚气听法什么那个，好像没办法表达出来这个意思。因为三法当然这个上面提到的那个三藏法论，三藏法论，然后那气尊就是气尊佛陀那些佛陀度母啊。对，噶东派的四尊就是佛陀，然后观世音菩萨，然后杜母，然后金刚手菩萨，对，这四尊。然后噶东派通常密法上面没有怎么讲，密法真的是密法，噶东派的时候，噶东派有修密法的大师让人存在，但是不会公开来去，就是这种观定啊，或者说公开来去我是什么什么的密法的修行者什么的，这种他们完全不做。然后就大部分修行的他们的道路就是三师父的道，三师父的道大家都知道吧，知道吧，三师父的道，三师父就是我们等一下讲，在这里不讲了，在这里已经讲完了嘛，反正三师父的都等一下再有讲。噶东派的四尊三法知道了吗？四尊，一个是释迦牟尼佛，然后观世音菩萨杜母，然后金刚手菩萨，然后三法就是三藏经理论，就这个噶东派的主要的他们的修行，那其他不多啊。现在的藏传佛教的所有的教派都有非常多的本尊啊，对吧，三藏就是三藏，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们不多，没有很多的这种本尊什么的，主要就是这四尊。阿底峡尊者的大概的那一个有趣的是，如果你们是有，如果真的有对阿底峡有信心的话，孟加拉国那里，他们阿底峡尊者的法身还在，啊。如果有机会的，如果去，你们可以去啊。有纳到他们的清真什么的话，真的有看得到。因为文革前，文化大革命前，阿底峡尊者在西藏圆寂的，所以他的法身在西藏。然后文革前，文化大革命前，就他们听到了，在整个西藏，整个中国就是美法，然后就是去破坏佛。佛事啊，或者破坏这种佛像什么的，他们听到，那之后他们派人去北京，就跟总理谈，那个朱安乐，就是谈了，我们可不可以在西藏那边的那个阿底峡尊者的法身，可不可以带回家？就是孟加拉国人嘛，他自己，然后就他们那个。主恩来说可以，就是带去。你看，
1963年，孟加拉佛教访华代表团的请求，周恩来同意将阿底下的部分国会，什么，运返他的出生地。1978年，这位尊者的骨灰被运回独立后的孟加拉国，并供奉在达玛拉基卡寺，成为众孟交往历史的围墙。反正就是这边说的是骨灰嘛，不是骨灰，他们写错了，是整个法身都在。对，所以如果有信心的话，所以现在他们弄了个大佛塔，然后放在那个大佛塔的里面，非常殊胜，真的是佛大乘佛教的一个大菩萨嘛。OK， 这个是一个事情。然后中东吧，中东吧是在家居士，但是他的传，去看他的传来看的话，非常非常戒律非常勤俭的一个比丘，跟一模一样的这么的勤俭的一个，从小当初他结婚，当初年轻的时候结婚，然后就一定要帮那个做家里的事嘛，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家乡是游牧地区，拉萨白放的那个草原上的一户家庭的，然后他去做这种放羊放牛，然后去有的时候那个一定有去杀有些那个狼啊什么的这种，那他也不会放羊也不会放牛，然后他常常去放羊的时候很多羊会丢了很多牛会丢了什么的，完全没有办法做这种家里的事情，然后他的太太非常讨厌他。对，反正这种的情况下就反正就是从小就真的完全没有兴趣做事情上面的事，就是这个原因了，然后就去寻找大师，去寻找佛法上面的跟自己有缘分的大师，然后招了到了西藏东部，就是安多跟那个现在所谓的康巴嘎，那个四川甘肃青海那个地方就是西藏东部，去了那里就是寻找，那里找了一个法师叫做喇嘛塞尊，一个这种一个，他是一个翻译者，译者，所以他的名称有学梵文跟那个藏文的基础的这种这是，然后就他那边那个塞尊那边学的时候，就是通常去帮忙他做他们家的事，那个时候也有非常多的故事，现在不讲了。然后就后来就阿底峡尊者来到西藏之后，就阿底峡尊者就是莫名其妙上就他的那个身边的人问我的阿舅嘛，反正就是我的朋友在哪里啊什么的。那为什么阿底峡尊者有问这种事？因为阿底峡的梦中杜牧有他那个讲，你去东方去，到了那个地方就有你跟很多辈子有缘分的一个弟子在那里，你一定去寻找他什么，有一个这种说法。然后他到了西藏之后就不断的问我的那个朋友在哪里，是不断的问。然后这个事情在那个溶洞吧，在那个西藏东部的时候，他也慢慢听到了，听到了之后
听到阿底峡尊者这个名字的时候，就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感觉跟这种形象，他就出现了。就他知道他的，有缘分的上师是谁，然后他返回，拉萨那边就遇到阿底峡尊者，然后阿底峡尊者的大弟子，啊，就是佛陀面前的啊暗人一样。阿底峡做什么事，就是他来决定的，啊，阿底峡说什么法，阿底峡转什么戒律，那些都是啊中东吧来决定的。比如说，阿底峡尊者有一次就是想串他的那个戒律的那这个传承，戒律的他的戒传，因为他的阿底峡尊者的戒传是。跟现在泰国啊、缅甸啊、斯里兰卡他们的那个戒传，就是南传佛教的、小乘佛教的那个戒律的那个传承，啊。但是那个时候，那个中东吧就急绝了，挡住，阻挡，不要传了，因为，现在其实看起来，藏传佛教的法师们比较，戒律上面没有什么。不注意的这种看法有吗？真的有这种，在这个整个地方都有这种看法，却虽然是有这种看法，但是实际上有可能真的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南传佛教的戒律是怎么样？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三年、5年，或者10年，或是好几次也可以。可以当出家的，一个月的出家也可以当的，三个月的出家也可以当，但是，一切有部的这个戒律的传承上不可以。如果你成为出家人 ，OK， 一生中只有一次，没有第二个机会。所以就家家，马马虎虎的家家的之中也出现了，但是根本的戒律上是这个是非常严格的，好像汉传佛教的那个戒律的传承的名字好像是法藏部，是不是？法藏部是不是？好像是法藏部，那个一切有部更。法藏部的来源是一样的，来源是一样的，什么你知道吗？上座部，上座部是上座部，一戒右部也是上座部，上座部那里传下来的，好像是法藏部，我的概念中，对上座部，上座部是根本有两个部的其中一个。上座部跟什么？啊？那大众部对不对？这两个部，上座部是一切有部跟法藏部那些的来源，对对对，上座部是当然是。那上座部那里下来，好像汉传佛教的那个戒律戒的传承的那个名字，好像是法藏部。不知道，反正我的概念中有这种一个说看法，然后我。这个也是可以，一生中好几次可以当出家，对吧？七次，对，也有短期的出家也有嘛，对吧？啊，南传哦，对我这里讲的重点就是阿底峡尊者的那个戒律也是这种的那个传承，但是中东吧急绝了。集结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有这种一个比较放松的节律，那个节律的话，西藏人没办法对付的。真的，啊，那这个事情很多发生，比如说，那个说什么，当初，几乎菩萨传戒律的时候，也是好像几乎菩萨也有这个传承，但是车诵的已经集结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西藏人自己的根据。西藏人的这种个性知道了，如果这样比较放松的话对付不了，中东吧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急绝了。哦，这个来看的话就是阿底峡尊者有做什么，就是
真的是他的大弟子来安排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得见。OK， 那等一下就我们时间快点来。今天这个讲完吗？好像讲不完，没关系。那我们讲三师父大概的概念讲一下。三师父的道，这边说的三师父这个。那噶东派的主要的小行的道路叫做三师父的道。那三师父的道的那个三个师父嘛，三个，第一个就是小师父的道。小师父的道的他的目的，他的这种终点的他的看目的就是解脱善恶道，或者说离开，对，解脱善恶道的痛苦啊，然后追求人天的福报，人天的结果，或者人跟天人的这个对，人跟天人的报过，这个是小师父道的那个道路。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一点点事情，就是皈依。比如说我们去皈依的话，有个目标，为什么去皈依的这个目标，小师父道的目标就是为了离开三恶道知道吗？那个对，为了离开三恶道然后去皈依三宝，这个是小师父的道。然后中师父的道就是离开三恶道，或者说得到人跟天人的这个人生也没有用，那个中师父道的看法，因为终究会死掉，终究会出现很大问题，然后重新回去三恶道的这种痛苦。如果你没有去你没有去感受那个三恶道的痛苦的话，这个人生也是没有什么快乐，对，就是不，终究就是痛苦，因为所有的六道轮回中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痛苦的，所有的就是痛苦。像那个中师父道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来去修那个叫什么十二运期跟四圣地哦，这样来去追求解脱，追求解脱而去皈依三宝的，皈依三宝的目的上去奋，追求解脱，然后离开整个轮回的痛苦，追求解脱而去皈依三宝的这种一个道路叫做中师父的道，然后一个就是上师父的道或者大师父的道，中好像。上师父的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菩萨道菩萨道。然后他们的看法就是菩萨道的看法就是你得到阿罗汉的果位，当然你自己已经幸福了，你自己从此就不要感受，不要受那个痛苦了，但是对于你有恩德的无始以来嘛，就有这个看法嘛，从无始以来当你的父母的对你有恩德的所有的众生还在痛苦当中，所以自己一个人得到断那个得到幸福也是其实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去叫
所有的对自己有恩德的所有的大乘佛就会有一个名字叫做入母众生嘛。哦，对，一定要去救他们，所以一定要去发菩提心，为了救众生而发菩提心，这个就是上师父的道。好，那噶东派的三师父的道就是这个。然后所有藏传佛教徒的所有藏传的五大教派里面的名字是很多了，什么是四，什么是六，什么是五，什么这种的那个分层的名称是很多，但是终究把它真的去分析详细去看的话，所有的道路都是三师父的道，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萨迦派有一个叫做辛巴西扎，这个怎么翻？辛巴西扎，辛巴西扎好像是这么翻的。辛巴西扎是，那这个我以后我去找这个名字，我没办法。反正这些道路是名字上不同的这种分歧，道路上去这样慢慢去看的话，就是这个三师父的道的那个看法。嗯，你们觉得，我这里问个问题啊，你们觉得上师父道会不会学啊小师父道？不会。不会，但是它基础是由那个小圣道的那个道理上来的。嗯，它还是由那个上来的。啊，比如说一个人还不是佛教徒，对吧？那你先成为佛教徒，成佛教徒一定有目标比较好，没有目标也可以啊，但是真的有一个目标比较好。那什么目标呢？也一方面就是啊，最低最小的目标，下辈子不要去三恶道，最低的目标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得解脱，第三个就是得佛果，这三个嘛。然后这样的，比如说完全还先不是佛教徒的一个人，先成为小师父的道，然后就成为众师父的道，再来去当那个上师父的道，是不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也不是这样的那个情况也有。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根基比较好，他有可能上辈子学了很多，所以这个习气带来这里，然后他的根基比较好， OK， 就直接去学这种上师父道的，这种也有。那这种的那个道路上去看的话，他们也有一定要去学三师父的道，孝师父的道也一定要学。比如说我们这么说的，比如说你们有其中里面有学过次第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人的话，你们肯定会想起来孝师父的道跟众师父的道，他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道路。他们两个共同的道路是什么？不要去三恶道，这个目标。众师父的道也肯定不想去啊，对吧？一定要离开这个痛苦啊，所以这个看法是他们两个的共同的道路。 OK， 那众师父道跟上师父都有共同的道路，他众师父道跟上师父道的共同的道路就是学四圣谛啊，四圣谛学十二缘起啊，去学无我，
那些都是上师父道跟中师父道共同的道路，共同的修行。所以一个大乘菩萨，一个大乘菩萨一定要去学这三个都要学。但是宗教的目标不一样。那大乘佛教不想去三恶道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定要去成佛救众生的这个目标。那小乘那个什么下师父道不想去那个三恶道的主要目标，自己爬，自己想离开这个，目标不一样，但是这个道路那个上师父道一定要去学啊。所以小乘大乘小乘大乘的这种看法上有这种分别的概念的话，那绝对的错误啊。一个大乘菩萨如果不学小乘的道路的话，这个不叫大乘菩萨，大乘圣教。比如说般若是在藏传佛教里讲的话，般若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色拉斯里讲的话，单独一个般若学七年，一个般若上面就花了七年的功夫。那个般若的前面的一个叫做三个编者，就是铺编的编，那个编者妙道的那个编者啊，三个编者有之中一个课程，般若的前面，般若的前提的一个课程，那个里面提到的就是大乘阿罗汉的知识跟小乘阿罗汉的知识跟这个叫做一系，这个中文怎么讲我不知道，一系。然后大乘那个菩萨的是那个剪刀意义上叫做神嘛，神人啊，他们的知识，这个叫做蓝系，好像道士吧，应该是知识的是道路的道，道士。然后跟佛的辩证讲的是这三个。即道，对，即道告。所谓的即是小乘阿罗汉他们的最高的知识，最高的那个知识。对，道就是佛，菩萨的那个见到开始的那个菩萨的知识，果嘛，对吧？果指的就是秉者啊，这个是般若的前提有学的。那这个课程里面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个大乘菩萨的话，一定要学这三个。那小乘阿罗汉的知识，一个大菩萨怎么学啊？对啊，这个不学不行的，不学的话你不合格菩萨的那个修行。所以我们小乘这个我们在佛学院的人的概念当中完全没有配置的这个概念，真的没有，绝对没有。称为有这个小的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的概念中完全没有这种排斥看不起的这种看法，一点点都不存在啊。但是好像台湾有，对吧？我们真的一点点的这种小乘啊，这是小乘啊，不要学什么，完全任何没有这种看法。如果你不学这个法门的话，你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对，所以见到的大菩萨，见到跟孝道的大菩萨们，也有去学小乘阿罗汉的那个知识，即是，这个有去学。那个即，它的
他了解的去，他的对境是什么？无常，人是难的，或者说四生敌，然后十二缘起等等，这些不学的话，大乘的神人怎么样成为神呢？没办法成神位。如果你不学啊，十二缘起跟那个四圣谛那些不学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成为啊那个神人。没办法，这些我们这所谓的小乘佛教徒的那个修行的道路跟主张就是这些啊。十二缘起跟四圣谛啊、无常啊那些啊。所以所谓的小乘完全没有负面的这种看法，一点点都不在。啊，但是好像现在在整个人跟人的这种看法跟习惯不一样，所以哪里了？尊者通常用巴利传承，巴利文的传承，跟桑斯格地梵文的传承。梵文的传承指的就是我们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巴利文的传承就是，声闻那个南传佛教，所谓的那个泰国、斯里兰卡他们的。然后还有一个小乘，这个也有两种不同的定义。比如说我们四部中医里面有两个小乘，药部进步跟药部，然后刚刚所讲的声闻声闻跟独觉缘觉，这两个也叫做小乘，对吧？这两个这四个都叫小乘，但是这个小乘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啊，声闻缘觉是形态上的修行的道路上的这个小乘，然后那个什么进步有部是主张上的小乘，看那个空心的见地，看空性的见地或者主张方面的那个小乘。所以要不跟进步的话，不一定是修行，有可能是修行道路上的大乘。要不跟进步里面如果出现一个菩萨的话，他是修行方面的大乘。听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刚刚我们所讲的阿底峡尊者的那个菩提法门的那个喇嘛瑟琳巴金刚什么金州大师是药部的啊，但是他声闻杜绝都不是哦，他是修行上面是大乘的菩萨那我们药部跟金部是小乘的，这个是主张上面方面去分的，主张见地，见地方面他们没办法认同无我的，他们当然那个没办法法无我，他们没办法认同法无我，所以跟说他们说他们是小乘佛教徒，就这么说的。那他们修行到修行上面不一定是小乘，完全不一定。OK， 主张上面方面是如果是中观应乘派，他不一定是修行方面的大乘佛教徒。真的，为什么？你看哦，我们通常觉得说阿难，我们刚刚讲的嘛。佛的大弟子阿难，他的主张上肯定是中观应乘派，小乘上他是声闻，对啊，
中观迎称派的这种分别是什么？只有对空性的这种看法上面去分的。哦，他空性的这个他的主张，他的看法是跟中观迎称派的那个范围里面符合的话，他就是中观迎称派。啊，那阿难就是非常的符合中观迎称派的这个看法上面，但是他的修行上面就是声闻。没有啊，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通常认的那个觉得他是声闻，他又因为他不是菩萨，他是阿罗汉呢，对啊，所以他这肯定是声闻呐，也不是独觉，他是声闻。OK， 那他的看法那个空性的那些方面是非常符合那个。中观迎称派啊，哦，非常的这个是非常简单。如果没有通达中观迎称派的无我的这个道理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成为阿罗汉。对，对，所以。你的主张上面你是大乘的这个主张上面是大乘佛教符合大乘佛教的那个主张跟坚定，但是修行上不一定是修行上的菩萨。阿罗汉也是通达了阿罗汉见到位的无我，无我的空性。但是这样就能够说到。对。绝对的。阿罗汉的见到位的无我的空性也是中观应持的。对。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认为阿罗汉只证得无我，他不通般若的无我。没有办法不通般若的话，阿罗汉不是不通般若的无我，般若无我跟阿罗汉所证得空无我是不一样的。一样，般若他必然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般若的空性一定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对，一模一样，绝对的一模一样。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再给简单的一个理论讲。佛陀在世的时候，讲般若，对吧？讲般若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情况下就很多人得到阿罗汉果，为什么？对啊，如果不是的话。可是如果说佛说空性通通它是一样的话，阿罗汉证得的他就不应该不发菩提心了，这个阿罗汉就应该不发菩提心了。如果你今天讲他证得空性，他为什么不能发菩提心？这个行者为什么证得的空性能发？主张方面的空性跟发菩提心有什么关联呢？对啊，所以说今天如果是一样的话，那空性跟菩提心应该是无差别的。既然无差别，它是应该是什么？同时具有的。没，他们是差别很大。对，既然有差别的话，就不是同时具有。不是同时具有的话，所以说它这个就不是般若。什么意思啊？般若是具足的。没，他们有菩提心跟空性。有差别很大，所以通达空性的话不一定有发菩提心。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对啊，对。那所以既然是不一定，所以他这个阿罗汉证得无我的时候，他无我这个证得空性的时候，他并没有心的产生，没有所谓的佛心的产生。没，佛心跟发菩提心也是。天大地的差别，因为大乘大乘佛法讲万法唯心，心生种种法生啊，心不生种种法不生啊，对，对不对？心不生种种法不生。今天讲说大乘要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必须要有心的产，所谓的心，所谓的产生啊，要有发生啊。今天如果没有心的话，一切法它不能产生作用，它怎么能产生作用？今天我在来这边听上课，是因为我有心啊，我有心啊。如果我的心
OK 了，这还是这个是你们慢慢去研究的话啊，应该会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通常的理论上有一个叫做无我跟法无我，对吧？人无我跟法无我。 OK， 中观应称派的角度来去看的话，人无我跟法无我的那个方者的那个能取所的没有的那个是没有差别。无我，比如说无我是我们人跟众生方面去思考的话叫做人无我啊，如果外面的东西不是众生的，其他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那些上面去判断的那个叫做法无我。他们那个叫什么，那个重点达西就是他们的戒心，就是一个就是众生方面来去判断的，一个就是外面的东西来去判断，只有这个差别。我跟我所的安利不一样。对，安利不一样。如果是你在普特切罗方面的话，在党上方面的话，那就随着。对，普特切罗方面的这个叫做任务我，那其他东西方面的那个叫做法无我，那这个区别而已。他们这两个主张的那个本质上任何差别都没有。对，这上面的东西。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判断，得阿罗汉果的话要不要离开轮回？有，不离开阿罗汉的话一定要得解脱啊。对，我的是要不要离开，得阿罗汉的话离开阿罗汉嘛，那个离开轮回嘛，对，离开轮回嘛，断除轮回的根嘛，对吧？断除轮回的根的话一定要去对付无明，对不对？无明是什么样的心态？对啊，所以一定要知道空性。如果不知道空性的话，怎么样去对付无明啊？无明是轮回的根。对，那么这不要讲，就是这个。所以我这里所想讲的就是，如果你的主张的这种主张方面见地上面是方面是你是大乘佛教徒，但是你不一定是修行方面的大乘佛教徒，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西藏人流亡到印度的那个时候，有一位大师叫做米尼吉尔本，就是格鲁派的一个格西亚，他从拉萨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后，他的一生中进入房子里面一次。他涅槃，他好像他80几岁的时候涅槃，他离开西藏的时候已经就是下决心，从此以后我不进入任何一个房间里面。他下决心，然后一次他进入了，因为去见法王达赖喇嘛，他没有进入。然后他通常在外面就是山洞啊什么山谷啊去修行，就是修的就是那个什么十二元气啊，那个四圣地啊，那些他我们的那个说法中看法中他就得了阿罗汉果，他是一个杜绝阿罗汉，但是他的主张就是空性，中观应称派啊。没有杜绝就是
他得果报的时候不要依靠上师的意思，杜鹃完全不听上师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就得那个国外杜鹃阿罗汉果的那个时刻，不要依靠上师，自己能办法的，这个意思。杜鹃，然后他的那个行为是非常符合，因为他当初在西藏的时候已经非常著名的格西，然后就是经过这个混乱的那个时候，的确他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这种一个处理性，那就是下决心，我从此之后就不进方进，然后一定要在外面，就是真的是杜绝的这种行为。然后后来快意圆寂的那个时候来看尊者一次，就是这种我们看法中他是杜绝，然后就是他的主张那个什么中国严惩派，这是确定的了，这个没有什么我们论的。如果你不通达空性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无明，没有办法对付无明的话，没有办法轮回的根，没办法断除，那没有办法得阿罗汉果，就是这个理论。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刚那个师兄讲的也有道理，但是我的疑问是在于，是不是在声闻圣的空性，在他们声闻圣见到未得到的空性跟大圣见到未得到的空性，它的差异在它的所缘，就是声闻圣它的空性所缘是在于出离心，一样是在无我，但是大圣的所缘是在于一切的众生，在于大悲心，它在于菩提心，就是这个差异，是不是这样？对，就是这个差异。大乘佛教徒智慧的这个见地，利用在成佛的道路上，对付一切轮回，一切那个法执，对吧？法无我执跟他们的习气，对付这些，然后成为佛的道路上，然后声闻独觉，他们就是用在离开轮回的那个道路上，那下面的小师父道就没有那个空性的这个概念，做是善事就有得到人跟天的这个果位。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的就是嘎登派的那个主要修行的道路跟它的核心点。然后你们这里曾经的上过那个是吧，那个什么大圆满啊，或者大手印，那些都上过嘛，那你们有多有得过密法的灌顶吗？大威的金刚。大威的金刚，然后没有得过密法灌顶的有吗？你没有对吧？没有。对啊，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昨天前天我们提了一下那个大圆满，对吧？一般的情况下，我这种的人也不会讲大圆满了，没有这个知识。如果我有这个知识的话，如果你们没有得到这种无上明虚的灌顶或者大圆满的那些前线的部分，你们没有的话，如果我有办法讲出来也不能讲，这是真的是佛法的那个程序，我们按照这个来去的话比较好。然后这种大手印来讲的话，大手印有新教的大手印跟密法的大手印，新教的大手印可以讲，密法的大手印不可以讲因为你这修这个的话它有一个前线，因为我们的根基真的非常的低，你们不知道了，我自己来讲的话根据非常的低，没有办法直接去修这种的大理论。一样的，很多很多这种发明是它有它的前提，不然的话
因为你们我们这边，你们大部分是净空法师的弟子吧？哦，净空法师有一次就有提过那个密宗怎么样去修的这个理论，在提过我在网络上看。那净空法师说，密宗啊不是一般人去修的。这么说的，密宗是非常殊胜，啊非常珍贵的法门，但是不是一般人去修。为什么？因为这些前提没有做的话，其实不可以去学。如果也可以去学，你不会一个人不可以挡住你，阻挡你，但是这些理论跟看法，你没有帮助，而且有害处。 OK，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三十佛的那个道，现在自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皈依方面怎么样，处理心方面怎么样，无常心上面怎么样，啊，发菩提心那些是怎么？这个就是真的是日常生活中利用，然后有用处，实际上有用的珍贵的法门就是这些。你有了。 这些的前提下，可以去学大圆门，啊，什么大疏影，因为没有那个前线的部分的情况下不可以去学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如果你没有去学前线的话，你的一方面是你的福报不够，一方面是你没有出离线，也没有无常性。 这些概念都没有，你直接去，那个大圆满或者是大疏影什么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去学。所以，如果你真的今天有了这非常，啊，好的一个处理性，处理性的里面包含无常性，对，人生难得那些都是在处理性的框架内，你有真正的一个处理性，然后再加一个。 比较好的慈悲心，所谓的前线都是这里面，前线有五个嘛，前线有五个，如果你有这个出离心跟一个比较好的慈悲心，这两个现在你自己的心态中出现之后，你不要去修那个大圆满的前线那些，不要学可以啊。 因为大圆满前线的那个目的就是为了产生出离心跟慈悲心。如果你今天有出离心跟慈悲心情况，你可以直接去学大乘密法。那今天我讲的就这里，然后等一下就你们问问题。我们啊，那个嘎顿派讲完了，你们知道了吧？ 嘎顿派讲完了，然后本来我有准备那个盖觉派，但是好像今天没办法讲，但是我剩下还有三堂课，应该讲得完。有菩提心，有发菩提心，他有可不可能没有出？没有出离心？不可以，不可能啊！那有出离心的人，一定有菩提心吗？不一定。 不一定哈。好，那既然这个人为什么他学习的是，在学习之中，为什么他会有发了，能发这个出离心却不能发菩提心呢？根基的问题。对，根基的问题，对。那，你既然讲说所谓的根气，我们今天讲哈，在学过去不知道。过去不知道你如何说他能发却没有不能发，你说他没有根性。OK。 我回答你，你先坐着，等一下再。我们所谓的大乘小乘的乘这个字的意思，你当然是非常了解吧？生，大生小生。哦，妹妹，你等一下，你不要，我回答哦。生这个，如果按照藏文的生这个是那个中文的意思，我没有那么的理解，但是藏文叫做。 贴巴清波，贴巴穷恶，贴巴贴这个意思就是，就是那个贴就是
拜东西的意思，拜，就是我们抱抱啊什么那些拜啊、拜东西的那个能力的意思，哦，啊，称赞称赞的意思 ，OK， 孝跟大的差别是什么？因为意思就是说，啊，为了所有众生，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成长，非常大的一个责任，你称得下有这个 power。OK， 消沉的意思，哦，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想离开痛苦，就这两种心态呀、没有什么特别的，就难的，就这两种心态。前面讲的就是大乘，他们就是发菩提心；后面讲的就是小乘，他们没有发菩提心，他们有处理心，处什么？哪里处啊？就是跟处轮回，处理轮回。啊，他们连个度，有处理轮回的这个心态，但是目标不一样。下面的后面的就是向自己处理轮回，上面的就是为了众生处理轮回而得佛果。那我要问，就是这个学者，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处理心，知不知道自己有菩提心？啊，当然知道。当然知道，既然是救度，既然是他已经知道了，那请问你，他为何他这个知道是因为学而知，还是他不学就知道？今天你讲说这个知道是不是他觉悟的觉悟所成的呢？没有，你看哦，那个发布菩提心有菩提心的一个定义嘛。定义，那他的定义理论上面有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话，但是总而言之是一种形态，总而言之一种形态。那你自己有没有这种一个心态，是自己最清楚不过的了？哦，他没有今天讲没有经过上师的教导，或者他没有看过佛经，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处理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啊？对，如果他是有处理心的人，他是一个有菩提心的人的话，他的根据，他的基础是非常的高。对，如果他已经没有经过上师的教导，乃至他没有读经，他就知道所谓的菩提心或者所谓的处理，根本就等于讲说他是趁愿再来的人了。对，他过去一生就已经，而且讲说这个人既然，反正师兄，师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面子上的辩论了。那如果可以，他不知道菩提心这个名字 ，OK， 可以，我们这样理解。但是他明确的知道那个他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能耐，他非常的感受得到。那有可能你所说的那个名字的菩提心这个名字，有可能他不知道，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我们不变了，这个是没有什么变的。像现在我们读经，我们只是看到了那个菩提心啊，三个字，我们只是看到了菩提心那个三个字，那个是三个字啊。如果没有经过上师善知识教导，我怎么知道那个？没，这个是我们。对，现在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这个是我们在真的是在面子上的辩论，在我们问其他问其他了。第一个要先知道明白嘛。对。文字，如果我们连文字都不明白，那你就不可能说我是什么小乘啊，我是大中乘，我是大。没，这些名词不知道的话也，他非常，非常的知道。他自己心态上的那些道路，他自己知道。哎，上次他你问的是什么啊？上次你问我一个问题是什么？哦，就是说在我们实际上，密教修行的时候，他的观想嘛，观想佛像嘛，面对着佛像，这是有嘛？面对着佛像，然后如何观得越清楚，
最后如何转变成正空性，有没有这个的道理跟实际上运作的那个方法哈？啊，可不可以帮忙解说一下？谢谢。好好好，其实我自己也是困扰这种道路上困扰的一个喇嘛嘛，但是第一堂课，好像我记得第一堂课时候大概有关这个这方面的那个讨论我们已经经过了。那我说的是什么？我记得藏传佛教的所有的密法的前面就有一句话，就是叫做Om Subhava Shuddha Sava Dhamma Subhava Shuddha Hum， 有这个词。真的，这个是所有密法的任何一个仪轨的话不可能没有这句子，这个句子，这个是学密法的人多着多，这个叫做观空照，观空照。然后密法的一个特点，就这个我们如果你们没有那个观点的话，也应该这个可以讲比较基础的这种理论了，应该可以讲。那这个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先自己跟自己的那个住的那些地方所有的世界就是观空，观了就是灭掉，就是完全不存在的这种就观想之中的状态，然后这种空性的状态中就观想什么本尊呢，然后对见的这些佛菩萨就空中出现的，空中慢慢就是出现的。以后你修完了那个本尊之后，修完了那个衣柜之后，就空中去处了。这个就是空性的存在的上效，真的就是空性的那个存在的上效。我们很多OK， 这样就好。这个就是密法的，就是有跟或是空的这个结合。我们比如说《心经》里面有一样的，藏文里面这个东巴，东巴念这个说。如里东巴念相马印，东巴念里如相马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四句的藏文跟中文是就是一模一样，对吧？这个是不是说说而已啊？真的，它有非常深刻的意思嘛？一般的情况下，啊，这个手机是空。啊，空就是这个手机，谁相信呢？真的，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词呗？对，这个就是我们心经，就是所有般若，般若是非常大的一个法门，在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真的是更难，没有般若，没有大乘佛教，这样可以讲。如果没有般若的这个主张的话，密法也根本就没办法谈。对啊，真的没办法，就是密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如果没有般若的话，般若是这么的重要，然后他的重，他那么多的般若的法本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啊，这个就是。看起来很简单嘛，就是四句嘛，他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对吧？如果有这个概念，就是你不用有，如果有这个道理你通达了，你去那个不学那个什么大圆满，不学大乘，也肯定你会解脱的。真的是佛陀说的，不是我说的。那既然色迷空，空不异色，那我一当不异于色，也不异于空啊，那我应该具足的色空啊，
对，一样了。这边提到的是不是我们事情的事哦？这个你们都知道吧？这边那个。那这个我就应该具足了色和，既然说云何说无我呢？为什么不说有我？这个我是具足色空啊。什么意思？慢慢讲，真的。因为众生认为他那个尸体是我，那个尸体有死嘛？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死人没有见闻觉知啊。如果死人有见闻觉知，死人就不名为死啊。嗯。石头没有见闻觉知啊。我是活人，我有见闻觉知啊。嗯。我如果没有见闻直接知，我怎么叫我怎么修成？所谓成就出离心跟菩提心啊，那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为什么不说我具足了色与空啊？我既是既色既空。不一定说吧，如果这样说的话，他也一定有说啊，然后那个也一定有说啊。这样说合不合般若呢？你说既色既空的话，那我应该是具足了色与空啊？当然。居住了，但是你了解吗？我现在如果不了解，我在这说什么东西？嗯，不一定说的话了解哦。我也说大圆满呢，我也说辩证啊，我也辩证是的，知道吧？佛陀的辩证。那我现在上次在上的辩证啊。我即色即空，我具足了色空，当然可以啊，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不是它的原本不是空性的，没有，对啊，啊，无我也是这个理论上定下来的，人无我也是这个理论上定下来的，法无我也是这个理论上定下来的，没有别的。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佛。那现在我问上师，我问他，今天是观佛，是我在观佛，对啊，我心观佛。那我心不观佛的话，那有没有佛？当然有啊。那既然我可以观呐、啊，我可以观，那我观我自己是佛，为什么不行？因为你实际上不是佛吧？我不知道哎，你自己知道了。你是人，就是我可以确定，但是你不是佛，是不是佛，我不知道。那我想请问上师，你是不是人？我就是人。我是人跟你是人有什么差别？这个我怎么知道啊？那你是，因为你是上师啊，所以你应该知道啊。没有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你的根据。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佛的化身？你是不是菩萨的化身？你是不是阿罗汉的化身？啊，化身什么的，我就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谈的是什么？佛法啊，对啊，对不对？对，我们讲的是佛法。对啊，我们是因为佛而来啊。当然不是吧？我们因为自己而来的吧。因为我自己想要成佛啊，因为我知道上师在讲佛法。啊，对，这个也可以啊，可以吧？嗯，没，在你的问题是什么？在你在讲佛法，我在学佛，所以我跟上师的这个什么关系是一样的。对对对，好好好，在其他人问问题吧，谢谢。就是说，我们来这边学，事实上要学成佛的方法。对对对，那在密教里面有很多法本都在教我们观想嘛。对对对，那观想的过程中是不要把那个前面佛像如何观想到脑海中能够清晰嘛。嗯，那这个清晰，事实上我们观的时候，事实上是意识心在观嘛。对，所以这个观意识心的观的这个佛像，如何在能够有没有转化成空性？
对啊，这中间的道理有没有？这个地方我们不太了解了。谢谢。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先自己跟自己住的这个世界啊，或者自己的前面的那些贪嗔，都是观为空，空当中就观想佛相跟贪嗔啊那些，然后观想前面那个贪嗔，接着对对对，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观想为自己的前面，跟或者那个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这个非常多的那个过程，但是非常重要的前前后后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鸠摩道义那哇，鸠摩道义那哇，就是混象吧，好像是。没有真实的存在而出现的这个概念，是前前后后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离开。幻象、对，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有出现这种的一个幻象，一个画面，这个概念是从头到尾是不可以离开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跟那个空性的这个概念有关系。然后你修完了这个本尊或者这个衣柜之后，也这个自己已经观好的那个贪嗔跟那个佛法身什么的，都是全部在空中去除。对啊，这个就非常符合空性的概念。实际上修的时候，当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观佛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心中已经起了这是虚幻的。如果心中是起虚幻的，但是又要把这个相观得很清楚，是不是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个心中是认为它是虚幻的，但是脑海里面又要把它观成清楚的。对。这两个中间有没有同样是我们一个人嘛？一方面认为它是假的，一方面又要把它看得很清楚。这个中间怎么去调和？完全那个方法。OK， 我们。那个上次讲的那个心念的名字叫什么？心念跟浪动。禅定。前面是几万人呗？昏沉跟调聚。对，那个比如说我们大乘佛教也好，小乘佛教也好，叫什么？调聚跟昏沉。昏沉，有叫那个修昏沉的那个方法，对吧？那我们什么都不管，比如说就是所有的想法跟看法都是放弃，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这种就是闷黑黑的，这种就是什么目标都没有的这种心态放下来，有办法修成昏沉吗？没有。昏沉的话一定是有一个光明的部分，他的心态当中一定有一个光明的部分。比如说你先观佛像也好，你观那个理论也好，比如说理论的意思就是无我啊，法无我，人无我， OK， 你可以观无常啊，人生难得，那些都可以成为昏沉。不是那应该不没有可以不是昏沉，那应该算是掉，就是你有一个对境。没昏沉，他也有。昏沉是会睡着的。没，心里。禅定，如果是在昏沉的时候，你就没有光明；然后在禅定的时候的话，就会。禅定。对。心里啊。禅定，对，禅定，禅定，它有一个光明的部分，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变成昏沉。对。如果没有的话，就变成昏沉的。所以那比如说我们观想佛像好了，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的观想的过程中也有虚空的这个概念存在的话，就已经有那个两通
圣观跟一起双修，哦，禅定跟那个圣观，这个非常重要。哦，对，对对。哦，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双修，哦，如果就是只有那个光明的部分的话，禅定叫做禅定，那他有这种分别的概念，比如说他已经他是不是真实存在啊？但是这虚空的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是就是虚空的，有这种概念跟一起去观想，叫做奢摩他跟毗婆奢摩他上修，只观双欲。对对对对，只观双欲。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道路的话，一定有这两个，一定要上修。这两个什么时候能上修？那出离心、菩提心那些出现的非常快，因为每个理论跟道理上去思考的时候非常正确。对，所以那上次我讲的就是那个西藏历史上的什么那个和尚马哈亚呢，跟那个辩论也是这个观修方面，观修方面，那个马哈亚呢的他自己的著作我们没有看到了，但是对他辩论的那个印度大师写的那个著作里面看的话就是如此。那个大师说，哦，你善事的这种概念也不能生气，恶业的这种啊心态也不能生气，任何心态的话属于执着，所以任何的这种概念都一定要放弃。他有他的好像主张或者概念就是这样的，虽然是根本上跟那个很远的一个目标上来看的话有可能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修行的道路上的一个人，比如说毗婆舍那跟什么奢摩他这两个去开始学的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以放善事啊，无常那些绝对不可以放，那些放的话你学什么是善事啊，故意呀，无常的心态，那些如果你放弃你去学什么，对吧？所以我们那个心里那个学去修禅定的时候，禅定的那个目标坚定坚定坚定，对境对境就是可以空性，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无常，也可以人生难得，那些都可以成为禅定的那个对境，佛像也可以，最好就是无常啊，那些理论上的那个主张的东西的话最好。还剩下15分钟来问问题。这叫做摩诃眼，摩诃眼，对，摩诃眼。那另外那个密教的那个他的名字就是莲花戒。他那个其实他是禅宗的，他讲的是动物法门，那就这两个沟通不良了，他就把那个禅宗呢就否定了。那因为当时的国王是那个赤松德什么德啊，赤松德赞，德赞呐、啊，那他后来就判定啊，那个东方那个禅宗的那个比丘和失败是这样子，啊，是这样。那而且那个以往的那个经过那一段之后，这个历史呢就一直传到现在，还写在法本里面。我们藏传很多法本呢，里面还是把这个写出来，就是说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要昏沉，你不要在修行的时候禅修的时候呢，你认为昏沉是对的，其实
当然，其实昏沉真的是打瞌睡了，哦，和那个观空确实是不一样，哦，和那个禅宗的空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对，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我们不要，也不要被那个误导了，有些时候好像是真的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昏沉就是昏沉，啊，我们那个观空就是观空，确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当然当然，禅宗的理论跟主张这些非常的，那个好。跟我自己其实不懂什么的了，但是禅宗的根本的这个主张跟这个看法跟，中国应成派的空性的看法是，真的是我自己觉得了，跟真的是一模一样，啊，啊，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观修的那个过程，那个什么，什么样的那个心态都不能生气的，这个是跟那个主张其实没有很大的关联，这个观修的一个过程的问题，而不是他的那个主张或者见地的问题，不是，他是观修过程中的一个方法的问题。那观修过程中，如果什么样的心态都一定要放弃的话，有一点错误的路。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和尚马哈亚呢，他。啊，属于是禅宗的法师了，但是他讲的是真正的禅宗的路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对，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对，对。这大乘佛法常常有说三种空，一个自性空，还有一个法性空，还有一个毕竟空。上次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三种空？一样，是一样的。一样。那既然是这三种空一样，那。如何能够说，为什么有人观了自性空，却成为只能成为独觉，却不能成为佛了？这是法心有关系，法心，当初的悸动动机，啊，发心当初的动机有关系。啊，那既然讲说唯心，我们常常讲说唯心所障，那个心是具足的，他为什么不能发心？他是心是具足的，他的所缘不一样，小乘他的成就是阿罗汉，他的所缘对，既然心是具足的哈，他的所缘不需要外缘啊，他心既然心能够圆一切法，这一切法是由心。OK，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的自性比的话，大乘佛教的看法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的佛性跟我的佛性，我的佛性是。自性上是一模一样，任何差别都没有。对，那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很多年，我为什么没成佛？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那请问啊，那我问上师，那我们今天讲在学者他要是从自性空观起，还是要从法性空观起，还是从毕竟空？他一个初学的那三个都是有这三个，他有他的道理了，他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这些不讲。但是任何一个修行者，先去无常开始学，无常开始学，啊，无常开始学，因为四圣谛，对吧？四圣谛。的第一个痛苦苦谛，对吧？苦谛佛法苦谛开始的，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就痛苦的那个问题上开始的，那个痛苦的一个特点就是无常，所以佛法再详细一点的话，无常开始说的，这个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孝心的道路上也一定要先去了解无常。那上师，那可是我们讲无常，可是这个经典上无常有两种，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不灭，它的差别在什么？为什么讲说无常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讲的就是空性，无常讲的就是无常，我们这种凡夫的东西啊，或者是这种人体啊，认识的那些，不生不灭就是空性。对，这是两个概念。那在这个实相中，为什么会，就为什么这个行者会把这个无常看
看成生灭。为什么这个行者把无常了知无常不生不灭？无常的根本，无常的自性就是不生不灭的。如果无常的根本不生不灭不是的话，无常不是无常。对，就是这个道理，真的是。那如果不是无常，不是无常，那无常是什么？没，无常就是无常，无常就是无常。如果无常的本心、自心不是不生不灭的话，就无常不是无常。对，好，谢谢，谢谢，谢谢。非常的好，谢谢。这样我们，虽然是我的知识跟我的那个佛法有限制的，但是我们这样，交换，这样，讨论非常非常好，真的。那么呢，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阿罗汉的有余涅槃跟佛的无余涅槃，那个余差别在哪里？有余涅槃，阿罗汉就是还剩下很多这种名字叫什么障碍可以讲吗？反正就是习气呀、根气，这种还剩下很多，然后特别是知识方面，知识，佛知道，阿罗汉不知道的这种点点滴滴很多。比如说刚刚那个师姐那个师兄讲的一样，比如说比如说我今天不舒服了，那我们大乘佛就我们佛教都觉得这是自己曾经做过一个坏事，所以你今天得了这个过，有这个概念嘛，对吧？那只有佛知道你的这个因什么时候种下来的，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那个因缘而你种下了这个因，所以有今天的这个过，这种的相续的这种区别只有佛知道，阿罗汉也不知道，大菩萨也不知道啊。这是方面，然后其他方面就外力众生也跟佛不一样。我们通常真的这个是我意思非常的想跟大家说什么事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小乘没有慈悲心，真的有这种看法呀、小乘的那个阿罗汉那些绝对的一个自私的这种看法，绝对不是，真的不是。他们没有办法比大乘的菩萨跟佛而已，他们的这种慈悲心的那个量比我们的话100倍、1000倍、10000倍啊。比如说发菩提心的话，有印那个金吉曼格顿，就是七重因果嘛，七重因果当中，阿罗汉没有的最后一个那个他什么境界，就是真上身，只有这个而已，其他全面的啊，遮母遮是什么啊？那些都有，什么的伟大？我们谁有知母啊？只有一个知母，我没有，你们不知道，真的知母。所以就是大乘佛那个小乘佛就是非常自私的，他完全不利益众生的，有这种看法的人很多，我发现这是错误的。他们的这种慈心是非常强大，但是不如
佛不如大菩萨。哦，所以就是去外利众生的这种能力方面，也是那个阿罗汉啊比不上佛，因为有还有剩下很多障碍。那个西直个八恰智慧障还剩下智慧障，对，智慧障没有去除，所以没有还没有得病治，对，这个差别，这个误会我的问题哦，我的问题是那个就是涅阿罗汉有入涅槃嘛啊，那我的问题是说阿罗汉他们会入的这个涅槃是有余一的涅槃啊，那佛的涅槃是无余一的涅槃，那对，因为一般据我了解汉传的见地是这个余一，这个余指的就是对身体的执着，我的问题是这个，嗯，不是，这个汉传也不可能，阿罗汉有两种涅槃，阿罗汉他们自己有两种涅槃，对，比如说大乘佛教的，特别是佛陀叫做门涅比娘恩莲，对吧，就是你刚刚说的佛的那个涅槃，涅就是痛苦啊，涅的就是涅的意思就是痛苦嘛，槃就是是不是，对，槃就是离开，是不是，对啊，离开痛苦，那个佛的那个涅槃叫做门涅比涅槃，然后阿罗汉的那个涅槃叫做就是涅槃，不叫门涅槃涅槃，那个前面的涅槃这个是什么，那个阿罗汉的涅槃就是离开痛苦，但是不是门涅槃涅槃，涅槃涅是什么，那个智慧障，你还在智慧障的那个框架下，佛已经跨入了，已经取出了那个智慧障，然后那个阿罗汉自己的那个涅槃也有萨揭娘的跟萨弥娘的，这个怎么翻？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这个指的就是身体，比如说啊，我们所谓的阿难啊，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往生圆寂之前，他已经到阿罗汉国，还没有圆寂之前，就我有余涅槃，因为那个轮回的那个贪嗔痴造成的那个身体还在啊，那圆寂的时候终于离开了这个痛苦的根源，这个身体就是痛苦的根源，他有了，就我们有生老病死啊，就是那些所有的不吉祥都是这个身体上出现的嘛，所以就是由于这个是阿罗汉自己的那个涅槃没有变成两个，然后这个卫士啊那些方面那个涅槃上面有非常多的注重跟看法，是真的是变来变去的，这个我们不要讲，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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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个。你看，时间到了，那我们回向吧。今天想办法念中文的，你们32啊，一次功德愿成佛子心，降伏烦恼自己智慧中。圣罗宾斯幻想这本书，印度众生解脱轮回海，菩提心妙宝，为生愿己身，一生无退时，混正愿成神，用之是自主，大信之如是。
为了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的回向，佛陀三圣后证则加持，发心不变地势则加持，身家信故隔阂则加持，如所回向趋炎则成就。